说我嘴最硬，你买我书呗，就这什么您，你敢买炮哥书吗？你敢吗，兄弟？啊，敢不敢买？炮哥书，你买呗啊！有种你就买炮哥书呗，这一把，你买呗。嗯，胆大不怕死的，你买呗。我就开局一把连环期，你又该如何应对？虽然你是全服第一，不影响我一把连环期吧，兄弟，我不影响吧？连不动。连不动，兄弟们，连不动。不亏，不亏，这一把打了他两个大金亏嘛，也不亏。咱们站着直接加野兽，根本不需要出宝，先加野兽，飞机完了再出宝宝，就这么简单。先加野兽，对吧？先等他出宝宝，你看没有？一切就在我掌控之中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给微笑来一把三连互吹，等一下咱们就得干他，兄弟们。你别看我现在跟他嘻嘻，哈哈哈的，等等就得干他。对面是英雄联盟微笑啊！我跟你说，微笑出了两个力劈了。耽误我飞机吗？不耽误我飞机，飞飞，没别的就飞就行了。我们还残了一手小孩，还没出的，你懂吧？还有一手小孩还没出。我操，这他妈的是真他妈飞不动啊！我操。全力劈，对面两个力劈啊！所以说咱们这个时候千万得稳住，不能出宝宝。你不把他这两个宝宝清掉，我出小孩。对吧，直接没了，酸力劈，酸鬼拍门，你懂吧？宝宝也不能顶药，宝宝按反应就行了，先再飞一把。我操，这对不对？对吧，宝宝按反应，千万别拍他，懂了吧？细不细？风凝珠起风了，伤害更高，对吧？这一把宝宝直接起一把法术反应，非常的稳健，下一把直接出小孩。能够看得到啊，确实不是一个单次，兄弟们，真的。没关系，能飞得动，兄弟们，有威力，妈飞是能飞得动，就他妈吓不了宝宝，我操！我操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时候。你以为我要换小孩了，我跟你说，越是这个时候你越不能换小孩，越要稳住，你换小孩他力劈就给你劈掉了，你懂吗？越是这个时候你就越得沉着冷静，对吧？先给微笑看一个三技能的宝宝，就他这辈子可能也没带过这么多技能的宝宝，先给他来个三技能的宝宝。为什么出这个三技能的宝宝呢？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有东西的，好吧？因为你出小孩对面可以追，对吧？这种宝宝对面追不了，懂不懂？对面他追不了，你懂不懂？对吧？这一把头顶163一把变身，咱们这不又稳了吗？对吧？再飞他几把，咱们再换小孩，因为他这个追子宝宝快，我出小孩，他直接给小孩一把追了，懂了吧？
有计谋的，兄弟们，有计谋。打 PK 这个东西的话，得靠自身的，懂不懂？有计谋的，兄弟们，对吧？咱们这个时候再变身，懂吗？皮不动，没什么东西，兄弟们，飞，飞，兄弟们，飞飞飞，飞就行了。直接给他给对面丢一波烟雾弹，兄弟们，现在直接给对面来一波烟雾弹，懂了吧？直接给对面来一波烟雾弹，好吧？直接给对面来一把，玩过那个。CAS 没有，直接给对面来一把催泪吧，就是催泪瓦斯，懂不懂？就这一把，你看没有？咱们还不出宝宝？好吧，还可以出宝宝，对吧？出个神马，好吧，出个神马，直接给对面一把终极烟雾弹，就给对面丢烟雾弹，你懂吗？对吧？空顶一个大金，死不了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对面现在就打得非常的放松了，就是以为咱们对吧没小孩了，其实我跟你说有东西，懂了没有？我靠，这宝宝一神的话，兄弟直接一把催泪瓦斯给他催起来，好吧？好吧，小马破招架，对面这一看是真没带小孩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就飞呗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不要觉得伤害不高，慢慢飞，好吧？慢慢飞就行了。懂吗？你不要觉得没有伤害，就慢慢飞，对不对？就慢慢飞就行了，对吧？现在咱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把大金丹九转吃就行了，懂了吧？好吧，就把大金丹做九转来吃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空顶两个就行了，空顶呗，对吧？这一会儿对面就空顶大金就行了，你不要想别的，好吧？你不需要想别的，好吧？空顶大金就行了，就这个时候千万别出小孩，好吧？小孩就是那种绝境求生的时候咱们再换，懂吗？现在还没到那一步，懂了吧？对吧？还没到那一步，兄弟们，懂吗？还有三个，咱们就不动，敌不动我不动，好吧？这一把的话就是敌不动我不动就行了，懂了吧？就他妈空顶，好吧？什么都不管了，就他妈空顶，顶起来，对吧？这对吧？对吧？继续空顶就飞，好吧？没有别的，就他妈空顶飞，好吧？空顶飞，我操，这他妈老暗反御是他妈有点恶心啊，真的，对吧？这个时候空顶不了了，好吧？这个时候空顶不了了，咱们要干嘛呢？咱们直接换归宿，好吧？直接拉出咱们的归宿，好吧？做戏做全套拉归宿，好吧？就让对面觉得咱们没小孩，懂了没有？懂了没有？就得让对面觉得咱们是没有小孩的，懂了吧？然后剧本就是出小孩，咱们就赢了呀，兄弟！你还问我呢？这出小孩，非碾波宝宝小孩一出，这不就赢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不出小孩，对面打死的机会都没有，懂了吗？对不对？你看没有？烟雾弹绝地成功，他直接给我的归宿有此子，懂了没有？啊？
就这一把烟雾弹丢了，兄弟们，就是一把，我操，这宝宝神了，我日了，不说不到后面这宝宝不神，我他妈换接听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孩子一出，对面都得懵逼，真的，兄弟们，你信我的，对吧？这孩子一出，对面都得懵逼，真的。你看一下对面锤子宝宝对我们的威胁非常大，就是咱们一定要把锤子宝宝先清掉，懂了吧？他妈的，对面还有刺啊，刺他妈有点恶心啊，这怎么清对面的锤子宝宝是个问题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一把是个机会，对面锤子宝宝会来追我的小孩，所以说咱们有机会连环击，一把清掉锤子宝宝，咱们直接酸了，好吧，酸了，等一下就给他搞接听 ，OK， 不亏。别神就行了，可以有局。神一个，爸爸神一个，爸亲爹，可以。连环击出不了宝宝，这一波倒地，下波归宿点呢换接听，给微笑吃套路，兄弟。我跟你说，这一回合咱们还不好换接听，你懂吧？这一回合咱们还不好换接听，要怎么换接听呢？要人物倒地才好换接听，所以说咱们这一回合得让对面把咱们秒死之后，其实也不需要，我他妈一把现行就换了，也没毛病，真的，哥们。对不对？我他妈一把象形就换了，一把象形，宝宝他妈，对吧？点他一手，直接就换了。亲宝宝，地听的意义主要是在于亲宝宝，好吧？宝宝全按繁育，对面两个宝宝自动屏不能 A 到我的地听吧？25%的几率，兄弟，25%的几率不能 A 到地听吧，哥们。OK， 别舔就行了，哥们。我操！怎么25%的几率，25%的几率都 A 到地厅了，把四个单位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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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。